都没睡啊？听说又去会前女友了？刘亮，你这人平时挺利索的呀，怎么一碰到感情的事就拖泥带水的呢？连自重都不明白的女人，你还为他难过，为他喝的烂醉，太傻了吧？你是练剑的吗？啊，那个女的都把你甩了，跟别人结婚了，她一撩你就往上扑。 哎，你练的什么剑啊？七剑下天山啊！我他妈就是剑，我下去，行了吧？哎，我靠！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这种傻缺，蔡小花，这个疯子是你捡回来的啊？你自己看着办吧你！大半夜把我门锁弄坏了，我他妈招谁惹谁了？张红，你给我闭嘴！ 你瘦了，很漂亮。你瘦的脸都小了。你生病了吗？ 吸毒了？我都一礼拜没正经吃东西了，为了他我都瘦了，他居然说我在吸毒，你不是吃了俩馒头吗？我一礼拜就吃俩馒头，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好吗？ 不够，继续努力。你瘦的只剩皮，没准儿你们就成了。瘦的只剩皮怎么行啊？我还想要满脸胶原蛋白呢，人家还想做少女。都30了还少女啊？醒醒吧，老姑娘。28好吗？小花。
听见。哎，你说你年纪也不小了，你夜生活能不能别那么丰富啊？生活检点一点啊。听见，我没吸毒。什么？你吸毒？我没吸。那谁在吸？谁都没吸。行了，乔总找你啊，别哭。我没哭啊。巧克力。嗯。送给我的。嗯。啊，初恋的味道。我说这个巧克力的广告语是初恋的味道。哦，谢谢乔总。哎，小花，帮我订个蛋糕。董事长过生日。收到。我赶时间，我也赶时间，我要去医院，我还要去机场呢，我马上要生了。你要生了？你生什么呀？生小孩。小姐，您能听得见吗？我你好。你好。不是你能看见我吗？我可以看见。电梯怎么不动了呀？门也打不开。电梯出了点小故障，您放心，我们马上派人抢修。哦，好啊好啊。人呢？人怎么还没回来？我一直在打，手机不在服务区啊。莫名其妙，过生日连蛋糕都没有，好不容易请董事长过来了。这不是白请了吗？乔总，您别着急，我再催催啊，再催。哎，小花，你去哪儿了？这么长时间？爹。哎呀，行，别说了，赶紧进去点，快。啊。董事长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还是你乔妈有心啊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这点事儿都办不好是吧？乔总好不容易跟董事会缓和了关系，好不容易把董事长请来了，好不容易董事长今天很开心，全都被你搞砸了。对不起，阿姐，我没有想到。对不起有个屁用！本来学历就差，起点就低，脑子不够使，做事情你还不努力。我没有不努力。你努力了，这点事情你做不好，买个蛋糕至于这么费劲吗？你买回来一坨什么？能吃吗？它本来很好吃的。好吃是吧？都吃了。哦哟，这不是一坨粑粑吗？你好这口啊？乔总没给你吗？乔总真贴心，出差的时候给我们每人都带了一盒巧克力呢。
小花。啊。你来我办公室一下。啊，现在啊。是啊。哥。你坐一下。乔总，对不起啊，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我之前被困在电梯里了。听说了。我能不能先离开一会儿？我一会儿再过来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要打出一个文件，然后你帮我去复印一下，我马上要了。去啊！好。喂，尤亮，你到哪了？你快点啊！快点啊！没事了吧？没什么。哦。你们这儿怎么有人吃臭豆腐啊？有吗？没有吧。我逗你玩的，没味儿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这发生的一切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也没有来过这，明白吗？嗯，明白了。臭豆腐的事，去死啊你！听说你肠胃不太舒服啊？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。那，乔总让我给你的药。不舒服就回去休息吧。姐们真的沦陷了，你不觉得这瓶药意味深长吗？太意味深长了，简直就是桃色陷阱。你也这么觉得吧？你说他是不是真的对我有点意思呀？我今天拿到这瓶药的时候，跟他有一个短暂的对视，他的眼神特别的复杂，迷离、暧昧、疼惜，不能言表。你当他面闹肚子，他能不复杂吗？赛花，你是拉肚子把脑子给拉空了是吧？拉肚子怎么会把脑子拉空了？除非满脑子都是爸爸。哼，陷入他的桃色陷阱，满脑子爸爸也风流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尤亮也什么都没说。我想念你的好
想念你的味道，想念你白色袜子。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。很身上的味道。哦，尤亮，你都30了，还给自己挖坑啊？什么桃色陷阱，什么意味深长啊？30怎么了？你们怎么就老是跟30过不去呢？真正的爱情是可以跨越年龄、跨越阶级、跨越种族、跨越一切的。国外有一个作家，你知道吧？叫杜拉拉，她60了还跟20的男生谈恋爱呢。什么杜拉拉，还杜蕾斯呢？人叫杜拉斯，人家那个叫谈恋爱，你这个叫单相思。单相思怎么了？单相思就不能幸福了吗？送你6个大字，祝你幸福。祝你幸福4个字啊，还有2字是什么？美满。再见。早饭呢？你肠胃好一点了吗？你今天有空帮我订个锅。锅？我昨天做面忘了关火，把锅弄坏了。不是乔总，你怎么做饭还忘了关火呀？你长这么大真是个奇迹。您是要陶瓷的还是不锈钢的？进口的还是国产的？那口径是要22的、24的还是26的？你做决定吧。